关于最近这个河南个别村镇银行的这个问题呢，近期这个河南地方公安机关还有这个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呢，已经就这个河南个别村镇银行的问题呢，向媒体进行了通报。目前呢，这个公安机关正在侦办，也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，查封了一批涉案资产。银保监会呢，会继续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相关工作。我们已经责成河南银保监局履行熟力监管职责，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